好，那我们来公布一下得奖的是。高嘉瑜女士，谢谢，很高兴我有一天可以站在这里，让大家知道，其实我是被政治耽误的歌手。希望下一次我能够领的是金曲奖。谢谢这些年来一直大力攻击我、不看好我的这些人，说我唱歌难听的，尤其是伯恩。让我持续的努力，不断的唱，一直的唱，一直在进步，一直唱到最好。唱到今天，我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得奖，能够打败众多的劲敌，得到这份殊荣。港湖我赢了，我会继续唱，我会一直唱，唱到金曲奖。那刚好机会非常难得嘛，因为我们一中世代刚好缺一个首席 vocal， 那平常我们在甄选的时候是要用抽签的，今天呢，我们就特地给你一个机会来 audition， 好不好？很高兴终于有机会能够证明我的歌唱实力。龙珠回头这首歌，最近很多人在唱的。啊，不过拢无法度唱出迄个味。今仔日我希望会使徛伫遮，展现我的实力，唱出《龙珠回头》这首歌真正的意义。谢谢。我在想说，阮到底有几支啦？足侪支，我来想一下。好，我要唱啊。阮一支一支一支的点，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，请你爱体谅我，我酒量无好，莫甲我冲空。等一下，下一句是什么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可以了。我还要唱，我练了很久哎。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，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。有一天人在流，娶某子，浪子回头。阮一支一支一支在点，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。请你爱体谅我，我酒量无嘛，甲我冲空。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，我一滴一滴一滴在流。有一天体谅